同学们，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如何自串节奏。在自串节奏时，老师边读边拍打一段节奏，同学们创作另一段节奏，边读边拍打节奏作为回应。第一个节奏，拍拍，轻轻拍，学生回应，轻轻拍，轻轻拍。节奏，敲敲敲敲，另一方回应。敲，轻轻敲敲，或者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手掌，比如说茶杯。第一个，敲敲敲敲，另一方回应，敲，轻轻敲敲。此外，同学们也可以使用打击乐器来代替手掌拍打节奏。